我是说过我需要陪伴，但那是需要你陪伴，你枕这么多抱枕陪我做什么？是不是想替换掉我呀？不过你别说，虽然每天看见这么多自己，但还是越看越帅。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，我猫咪什么风浪没见过，我躲在这里总没有人要害朕了吧。等等，为什么这里温度有点高啊？陛下，你快出来吧，那里可不是你待的地方。为了自保，动物们都努力学习第二技能，家里旺财最近在学上树，好像只有站在高处才能逃避我的整蛊。地上我是待不下去了，我要上天。听说你喜欢整蛊狗啊，我就坐在这里等你，有本事你放马过来呀。嗯哼，大哥，一切都是误会，我怎么可能敢欺负你呢？有眼光的人都不会欺负我大猫咪，因为我的远方亲戚狮子是真的很厉害，每天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他们，我都有安全感。猫咪，瞧你这眼神，确定这是安全感而不是被吓傻了？自从养了猫咪之后，我口红都多买了好几支，不要跟我说什么口红先动手，我不信。不是说红唇最诱人吗？我这是在练习美人计。讨好女朋友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夹娃娃的方法已经被我否决了，因为我没有这个命，每次都掉在洞口，但就是不下来。惊不惊喜，开不开心，我厉不厉害？为了图省心的男同胞，可以直接给女朋友送包，我送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手提包，抢都抢不走的。兄弟，你这是为了不帮女朋友提包吧？其实不省心的除了女友还有孩子，为了不上学，孩子们用雪把教室门给堵住了，这下可以开心的打雪仗了。孩子，你们做了我小时候一直想做的事情，但是感觉要后果自负啊。我这人胆子小，平时受了气也只能找熊二撒气，一骂就是两小时，他都不敢还口。大哥，你有这经历还不如反省一下，怎么才能不处处受气呢？我有我自己的方法，只要把耳机一戴，全世界就只剩下我自己，谁也不能让我受气。以后跟你说话可能要提高分贝了，因为你的耳朵好像不太好使了。